有你们，我觉得这组开心。哦，太好了。你一个人来啊？你是想跟我同房是吗？不想。算了，没有，他是要有人陪他睡。我变了，变了。我现在在北京住了一年。我变了就好了。我变了。他是找我去他家陪他睡，但我现在变了，变了就好了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对，但人真的会变了。对，但你想啊，这边有三个床，那边有两个床，对，你想要三个人，所以我可以一个人睡两个床吗？不能，可以睡沙发，你可以睡沙发，楼下的沙发，整个天，客厅都是你的，这个是一个洗手间，我只是睡洗手间也可以。哦，这个就是两个床，对，就是三个两个，你挑。哦，咁好嘅，有两个厕所嘅。是后面的摄影师吗？真的很感恩，咱们有两个厕所，我还以为几个姐姐要分一个厕所。但你要选择这个房间哦，你刚才自己说了，还没选，我觉得不用选了，我们就随便吧。你如果你变了，你就睡这里；如果你没变，我就跟你一个房。哦，变，我以为变什么？如果你他自己说，哇塞，你们俩感觉像爱情表白。你变了没？你没变，我就陪住你；你要是变了，我就走。我都，你不能够那么花心，不能一直变。我很专一的。那我拒绝我都没办法的吧？无所谓、啊。我以为你会跟阿萨一起住。我不是没同一时，同一个时间出发。哦，是没选择。哦，嗯。坐一会儿吧，你这大裙子。我在等我的人。阿 Gil， 嗨，阿娇娇，嗨，你要不要来啊？要，他在收行李，他在收行李。你说的，你自己说的，拒绝我的。我没拒绝你，我已经打算跟你睡了。那你拒绝我的刚才。那你陪阿萨。那个局还比较干。那我们把一个行李都关上了。嗯。哦，搬晒咗嚟。嗨。嗨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可以来串门子啊。